好，我们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想支持到咱今麦倒转来，又还甲陈荣成教授吼，来讲讲到这有影足沉重的，即才讲出来有影足沉重的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就是讲一件代志呐，发生了后呢，啊，大家敢若讲，互人感觉讲足乱的，啊，无一个咯，应该讲你要做这件代志，天大地大的代志吼，应该都爱有迄落演练，沙盘演练吼，拢有，大家拢有产生迄个共识了后，啊，甲迄个默契了后吼，你才通啊去做，啊，无迄件代志是遐尔重大个代志呢吼。啊，开枪是当今的这个统治者，当今的这独裁者的这个后生呢吼，啊，搁伫个外国个所在，这有影天大地大个代志，啊，拢无讲无产生迄个默契，结果代志发生了后呢吼，啊，煞变讲一盘散沙。啊，互人看出讲啊，这是要安怎建国安尼哦？啊，之后佫讲着讲啊，代志发生了后嘛，你买下个时阵，互人攻击上大个，就是讲哦，啊，你甚物出庭去讲话，拢害着伊安怎啦安怎啦？啊，若照安尼讲哦，你甲因个司法人员哦，拢有迄啰正面正面啊，有在接档嘛吼，啊有在甲因在研究种安尼，啊你对这部分哦，啊甲咱啊来我向亲戚大咱过来啊报告一下，吼咱大家较知影这个历史一下安尼。嗯，伊这个关的这个案件，这个法官吼，嗯，是自由派的法官啦，犹太人，犹太裔啦，也是不加同情咱台湾独立吧啦。啊，当时伊阵啊，纽约市长就是没有林子话加同情。台独就是差不多对国民党时代讲起来是真不利的。也这个检察官哦，真拄好吼，就是啊，就我以后才会知啊，因为我当时迄阵啊发生的事吼，1970年发生的事，伊当啊无偌久对迄个啊，就做检察官，伊本人是啊，就。是啊，做完了纽约回人，啊，伊是 Harvard Law School 迄落哈佛的法律学院毕业的吼，读个真好啦。啊，我以后咧要做这个研究的时，要去找伊的时，才发现讲啊，伊就是我迄竞赛，我一个竞赛做 Ben Merrick 是真出名的迄个作家，伫美国真出名的作家吼，啊，因啊就。堂姐的同事啦，因为以后伫美国啊，做检察官，确实做美国检察官趁无食啦。当然趁无食，讲啥物是趁无食，趁无食完啦，看迄个条件的情形啦。啊，伊落尾，伊检察无做，检察官无做，怎啊？去底下做，去伫纽约市来交因个。叫因这个堂姐还是堂妹吼、哦，做回咧第一了，做美国的迄落啊，做房地产的公司咧做律师啊的啦，啊，所以有较好的收入啦。也所以，小可有通过因的介绍，我吼会当去找伊啦。也真趣味，就是伫个中间，我啦有，伊我有寡主要的问题，因为这個案件遐久啊，吼、哦，伊我啦无讲正。真个其实我是真爱要知讲，嗯，你阵啊，敢有想要掠蔡同仁嘛？伊家讲有咧，啊，伊讲啊，我都杀无证据咧，杀无证据咧掠无咧。他讲蔡同仁讲迄落啥物赛车载因到现场，爱着等于看电视，嘿，等于看电视咧看案件发生，嘿，是啦。啊，因为即马变东明生啊嘛，是啦。啊，我嘛捌问这个东明生来讲，啊，你哪会迄落同志，你家在到遐叫你讲来接，嘿，啊，你结果你无来接，安尼啦吼。啊，伊尾啊，伊想足久了，甲因讲。啊你！你唔通讲看过去啊！你爱看讲芝麻话咧做啥较重要啦。甲印这落囡仔话，甲印起，甲当作囡仔唔捌代志的这个囡仔，你得甲印回安尼吼。啊，因为啊，你这本册来。你心啊，理理理。系啊，啊伊讲等于内底看电视，社区电视看有现场播出无？是啦。系啊，啊这个就是讲芝麻讲着讲你的证书啊，因就是讲作证啦吼。嗯。
美国的迄个法院，伊无法度作证吼，你袂使做假证据。假证据吼，你原来会使做吼。只要做甲，互人抓无。嘿，你若互抓到，你原来去判罪啦。对啊，无像有台湾迄落阿扁总统的代志，啊叫迄个检察官叶芳如讲去叫迄个顾仲亮啦，倒转来讲，你只要假死阿扁啊，你的罪就会无啊。是啦，无伊就是对我。可能是安尼嘛。是啦，是啦。嘿啊，啊所以讲你这个证书吼，我安尼认真甲你看，你都有影老实人讲老实话，啊这是毋是就是咱台湾人的本质，就是爱讲老实话。这吼，当然你就是讲。你那一旦安尼吼，就讲我该讲的吼，有诶话那无讲，就是讲真正要保护地主财利益，甲保护大独人民的利益。好，所以落尾伊就是检察官话啦，对我无欢喜啦。伊讲我吼，是虽然是。就政府的证人，但是我咧讲的话吼，拢咧为着即落，比过的利益咧讲的啊。迄就是讲，啊，做用美国话讲 hostile witness 啦，就是敌对的啦，做证人啦。也就因为我是感觉讲，我会当替因做。我尽量替人做咧，会当闪就尽量闪。是讲了闪了，就是讲替人去保护人的利益。是，啊，你这都袂当，你这是讲，你的钱，你他袂当去甲讲白沙讲钱问题啊。你这明明你就是你有登记的咧，啊，你明明你都坐飞行机，你的飞行机的票啊，底下拢登记底下咧。你要安怎去走？对啊。所以讲，你嘛足为难的呢。当然了，出庭也唔对，唔出庭也唔对，啊，讲话也唔对，唔讲话也唔对，安尼，所以讲，迄落北京话讲，迄落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啦呢。伊在用美国的表达话，就是讲 between hard place and rock， 就头啊，加迄落说压地中的你。但是你就是讲，你伫迄个环，伫迄个温。在那裡面你拿去運作，拿去打人打拼，這你看說，王金平原來有好的所在就是在那裡，他在那裡比較困難的情形，他原來可以拿去打人做，你對抗也做，對抗罵，對抗人家國民黨這些防護線工這些，對，你沒有你，他那裡就是在那裡要跟你一中，就是在那裡要通過的。对啦，所以讲你伫个这个法庭上迄落，你的迄落，安怎讲，身处在内外煎熬的是啦，迄个过程安尼足久的嘛吼，是啦，这个官司到差不多总共啦进行差不多外久哒有一个迄落结束安尼。伊当然就是讲伊落尾，伊。伊去瑞典，去互引渡过来，引渡过来，伊搁伫遐绝食，伫英国遐，英国遐就是迄个叫做黄宗伟牧师，黄宗伟牧师我是捌哩正清楚啦，吼，黄宗伟牧师伫遐，因为伊一直都拢伫遐，所以伫遐真拍拼，去甲法律，但是我那无法度伫迄个啊做美国啊做英国个啊做上级法院遐。伊就是二比一，伊原来讲叫爱上到美国的，所以美国原来过关在遐个迄个老法官甲判的，所以判足紧呢。又回到原点。原点，他判五年是足俗的。对。去看了啊，但是因知，你因这两个人去做的代志，因也毋是为着钱，啊，也毋是为着财，毋是为着色，哦，为着爱情。啊，是讲为着钱，去要去杀人的哩，是纯粹就是政治的哩，所以法官话呢，真哩就判较轻嘛。本来是所以伊个已经进前就捌底下已经有关啊，所以怎啊去抵消，所以关无偌久，都好放出来。啊，搁在瑞典的政府话对伊真好，就是讲
我要这个要让你引导过，我有交换条件。以后关了后，我要再把事情回来，你往哪个送回来，不能送去台湾，叫清查死。一回来台湾一定会清查的。是嘛？对啊。所以美国政府往哪叫啊呢？叫那个承诺啊呢？已经讲给伊足宽宏大量了啦。哦，当然了。嘿啦，已经上俗的啊啦。迄就是本来的，唔免造势，就是一种加俗。对啊，对啊，嘛，唔开遐侪钱。但是迄里就是因往那东西，伊迄个主事者，比如讲灿宏啦，还是讲东宁啊，往那交换解税。是。讲啊，你都去关，你才会使讲，别人个惊死未了。交换讲啊，你都去关。啊，都唔是你要关。对啊，这个情况之下，你无关，敢会搞代志？是啦。啊，即马咱来讲这个吴文雄，伊都无逃走啦，什么这个问题嘛？伊都乖乖哈、哦，我有牙签，签是我牙的，我开的，啊，我就一边啊，好好啊乖安尼，伊都袂讲，或者的乡亲时代，大家安尼底下咧拖西人。伊本来伊是想要去关，已经开始有收一边的钱，要去啊看下钱。跟那灿宏伊要去关的时，就是我来提下钱去。因为伊落尾可能迄阵啊有一算啦，有一算的人就是讲，你不应该去关啦。所以迄算啊，迄个律师我来讲，你若要走走，啊，伊的美国朋友我来讲，你要走，你做你走。我那是叫我听起来，所以我无下因为我是讲，可能是比如讲道听途说，迄个事，我吼不应该去加入迄啦。伊就爱伊家己去讲，家己去决定讲是安怎，我要决定要走。不过我照迄阵啊，带伊走遐个人，比如讲张启典啊，是伊话迄伫波士顿遐个人，因就是主张要走。主张走啊！即款你主张走啊，甲无主张走，因两个派系伫遐咧。对，伊代志发生了，伊可能家己啊茫茫渺渺，啊，搁足惊乖吼啊。是啦。啊，来就是讲啊，既然有人安排要走，我就来走安尼。要搁一说，因就是咧讲啊，迄落伫迄落加拿大内底有真侪迄落同性恋。啊，对，会甲你认知的啦。会甲认知迄落。是啊。啊，那人吴文雄先拜去人关的时阵，伊敢有互同性恋的认知？无，也是说唔捌听伊咧讲咧，唔知啊，所以我就无法度通去。唐下啊，唔过哦，那即马佫讲倒转来咱台湾啦吼。代志发生了哦，一路安尼行来吼，佮转来安尼吼，因为迄落地主在先拜伊嘛有参与选举安怎。我知。啊，等到吴文雄先拜伊拢安尼老老实实安尼，伊拢很低调。低调。一路行来拢很低调。我知。吼，伊拢无讲安尼世界迄落媒体安尼吵甲崩甲安尼。是是啦。两个人做伙共事的，啊，其实伊的分量是较重嘛，对无？啊，伊等到一路行来拢安尼低调安尼，点点啊过安尼。是啦。啊，这个是安尼风起云涌啦，安尼吼，地球共要世纪啊连顿来安尼。是啦。嘿。我知这个情形啦，伊就是，伊可能无了有感觉，迄些是我家己在猜的啦，就是讲，啊，我这对这有贡献吼，恁、大家都爱甲感谢，你来，哦，迄落吼，甲点头下。哎，啊，无影无接受，你又甲对对对。其实当然有真济人，我那牺牲合生命都无可以。对啊，啊，搁这个代志的。牵连的吃苦的人，不是干那你一个。是啦，吃苦的人偌济人呢？你未去关十几年，未出来佫无头路，对啊，警察过来甲对，对啊，我要甲吵死。啊，有人去关的时阵，冒出去，让人抢去。是啦，财产叫人抢去，财产叫人霸占去，冒出来，对，是啊，足济即款的迄落牺牲吼，迄落的。啊，咱即马咱来回味一下，讲伊做这个。市长案代志发生了后吼，伫遐在地遐个乡亲，台湾人乡亲安尼牺牲奉献真济，报纸也无得报伊安尼，你所知影安尼讲一下，互大家回味一下。我真济讲袂了，伊作济。啊，你所知影安尼，大概也共讲一下安尼。真济，比如讲，无人知影一下，人嘛心情嘛较好。啊，一波我要去载迄个王连祥吼，伊就是牺牲足大个。伊以前啊，
伊真正，因为国民党要甲迫害，就是和因的某对台湾袂当过，所以因某去交一个白人结结婚，啊结婚了后，伊往哪有过，啊过了煞变作真结婚哩。啊，煞啊，但是啊，他就用头门去试火，啊，唔知讲试者拄啊倒起来安尼。啊，无伊都已经遐侪年啊，拢无过，袂当成过，伊就是遐足最足最麻烦的，足大危险。真可怜啦，嘿。真可怜，啊，伊真拍拼，伊就是当时真大讲的，无足少人知影伊的故事吼。我才是讲有机会哦，会当写，还是讲。伊有写一本册，王林雄先生有写一本册，足大本的。是啦，伊一部要倒转来，伊要遐载，我会遐载吼。你也使请伊来讲，哈。伊哦，伊往那边大家十日来归日的吼。要倒来参加我哩看嘛。哎，是啦。啊佫再往。除了王林雄之外，还佫来。哦，真济，王林雄之外吼，迄为牺牲吼，拢。因为这阮拢无可能会知影，台湾岛内的人吼，可能无几个会知影讲，事情会发生了后，遐的在地台湾乡亲安怎？牺牲奉献，安怎装钱，安怎这个过程？加这拢是光叫的啦，加拢光叫，继续咧光叫吼。为着台湾，当然你若来爱国家己，比如讲，这个年龄已经拢七十以上、八十以上啊，吼。所以迄落咧，我阿你像讲，啊，就我嘛爱去看。好人帮这个吼，好人帮，我爱去看者，迄嘛是性真大嘞。是，啊，张伟嘉先拜嘛是迄落脚，前下遐无偌久遐，我听讲伊迄脚讲走路讲安怎艰苦安尼。有呀。嘿啊，啊，拢足济啦，都变老弱残兵，当初少年，即七零年的时阵嘞，迄落少年家安尼满腹的热情啊，我要来救台湾的迄落热情啊，即马大家拢老弱残兵，啊，台湾的国家佫唔知伫地掉下遐震动去安尼。是啦是啦。嘿。所以迄我啦，我吼就讲我要拄转来进前吼，就有去找一个迄个。张正顺啦吼，车里长，迄你可能唔知伊，伊较早是我的家己中学的同学啦，啊嘛差不多特别过身哩啊哩，已经丢癌吼，啊倒伫门诊，我是最后去甲看一下，啊伊古早时代，伊原来捌伫美国领事馆做工，啊所以伊过去美国的时候，情报局随家。甲就是去通知讲啊，这个人哦，要去美国做工，啊就是去去找伊啊。啊，我就从一两礼拜前哦，去伫San Francisco遐，我去找伊。啊，已经倒伫门城也袂放袂起来呢。安尼吼。所以伊大概无偌久啊，因为迄癌已经去探去到别个所在，啊，未讲话啦。是啊。啊，我是今仔就讲去甲说 goodbye， 啊，伊落尾，伊就是去有一挂物件好伊啦，啊，伊怎啊叫伊无好我啦，啊，我也无时间当去看。无去整理，也无用，我去整理去写呢。所以讲，才有这卖讲哦，你讲一挂物件，迄一挂物件内底有一句讲对台湾有利的，迄哪会当？改迄落播出来的时阵，就对台湾就迄落，我嘛讲足感动，讲安尼恁大家安尼，当初台湾的少年家拢一粒一粒都会当回出国去外国吼留学吼，去外国拍拼，啊结果呢啊。结果就是恁上高啊，啊，伊后面单单袂当转来，啊，即卖会当转来时阵，经过几十冬了后呢，老弱残兵啊，老的老病的病啦吼，啊，即世人的迄啰所付出的，啊，加所目睭要看到要滴的，毋是讲要啊赚偌济钱，也是偌好嘢吼，就是讲要爱滴的迄啰终极目标，就是台湾要建国嘛。是啦。啊，阮就感觉讲，阮这岛内的人足无知的，啊，知识也拢无。台湾无充足，较早无电脑嘛，吼，拢用听讲吼，安怎安怎呢？吼啊，所以讲要配合嘛，配合袂到啦。吼，有一段迄个，吼，武功过强啦。咱来继续努力啦。是啦，吼，咱袂当讲放互伊讲。变啊死啦！
我也很快搞要哭出来，要快人足脆弱的。我迄个像我最近有拄着吼，我那家背后个做一个叫做吴文菊，哦，伊个倾家荡产哦，要拼的吼。我讲嘿，我嘛走袂去，所以我那要拼，我那要弄弄落。啊，看你都已经拼到安尼啊吼啊！啊，做走袂去咧，所以吼，台湾。台湾是咱的故乡，真水的迄落。是咱的母亲啦。是啦。嘿，啊，因为都家在有恁啦。无啦，讲安尼啊，我较早转来都拢定定，嗯，伊来去找我即个做电牧师，电子局牧师啦。伊我说是我的，伊嘛已经有过身啦，已经过身了。对啦，嘿，对，我知影伊，嘿，过啊，我就阮迄落。中路教会的老师嘛，是是，嘿，啊，所以我唔知你是中路教会的，哦，我无信基督教，无啦，是啦，你有啦，啊，你这你若像讲客家就是罗英根牧师嘛，哎，是啊，我嘛介伊足好个啊，伊嘛安尼甲指导甲会甲带安尼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啊，感谢你会当今仔日来分享讲。 过去的敌人影响咱台湾足大个代志个，即个过程啊，恁个付出，真多谢大家做伙拍拼，大家做伙做啦，真爽个。哎呀，你个人足细腻个，足客气个安尼。无啦，讲安尼。你个人足细腻个，足客气个安尼。唔是啦，迄唔是啦，我尽我本分啦，那是讲做一个讲正港个台湾人，就是即种个啦。无啦，哦，才有即种个，即个当讲做代志安尼。所以讲，你伫个台湾的即个历史个即个。 演变内底，你担任的这个角色吼，实在有影不可限量啦。无啦，讲安尼。我嘛足感谢，啊，咱海内观众支持团有影啦。建国还未成，还未台湾国家还未成立进程。啊，即马这个民主是假象民主嘛，吼。啊，一点点嘛。啊，有这一点点嘛，好有条的啦。是啦。哦，继续去回回迄落，啊，今足感谢你，啊，你敢要甲咱。 海内观众支持到去讲啥无？我咱大家做伙吼，咱大家做伙来吼，为着台湾拍拼吼啊！大家做伙行入去台湾人的高粱地啦，吼，江南美地啦，牛奶与蜜之地啦，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去迄落册店买这个正本的，唔是迄落海盗版的吼，唔是迄落山寨版的迄个啊。 1979年吼，我所知影的数字数的事件吼，就是这个蒋经国啊，七零年啊去美国时阵，吼吴文雄神败吼，啊落去家开枪，啊开枪无死安尼，啊但是有家献惊着就对啦吼，安尼尔啦，啊还佫有影响着台湾迄落政治吼，甲这个历史的这个牵连吼，有迄落啦。 啊！你家买一本啊，啊，搁买迄个乔治克的迄个迄本叫《彼出卖台湾》，爱买正本的啦，啊，唔好买迄落山寨版的啊。我一看我就买十本嘛，你写的嘛吼。啊，结果都人来到，迄落我人介绍人就退去啊，啊，买啊搁迄落安尼。 啊，即马煞正本的煞无，本来有应该签你签字啦，签名啊，吼，啊，你即本有甲签名啊，即本是咱迄落凤凰网络电视的迄落定时直播就对啦，吼，即本啦，吼，安尼啊，去册店拢有通啊买，啊，足感谢你今仔日安尼，多谢啦，多谢啦，时差还佫有淡薄啊，还佫在坐飞机安尼吼，啊，就来一个头一站就来遮。 啊！希望讲你这过来哈，也会当搁接受较侪人的访问，我知影讲你的奋斗的这个过程安尼，哦，啊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是啦，这是一种天路历程啦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天路历程啦，坎坎坷坷，坎坎结结安尼，哦，感谢。